比赛打得有来有回，球迷看得非常过瘾，但是遗憾，兄弟们，赢家只有一个。好，兄弟们，刚刚解说完青岛男篮对阵南京同学的比赛，最终青岛队在客场123-120战胜了南京同学男篮。这场比赛说实话，兄弟们，真的是神仙打架，太精彩了，双方从开局一直拼到了最后，最后时刻啊，可惜布莱克尼最后的三分球没能绝平成功，最终啊，南京同学队在主场遗憾输给了青岛队，而青岛队也是在客场终结了同曦队的5连胜。这场比赛不管是内线杨汉森和曾凡日的内线较量，还是外线王瑞泽、段昂军、赵家仁和王兰青、林威的三分对标都是非常精彩。另外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虽然青岛外援鲍威尔发挥不佳，但是穆迪和布莱克尼的较量也是非常精彩。当然，布莱克尼的能力，兄弟们，在 CB 真的堪称 CB 第一外援。在这儿，我想说一句，兄弟们，我们中国男篮啊，以后还想要规划球员的话，还是要规划布莱克尼这种得分爆炸、得分效率极高的外援啊，兄弟们。虽然说最后时刻布莱克尼控卫的三分没能绝平成功，但是今天晚上布莱克尼绝对是杀神一般的存在。要非得说说啊，今天晚上两支球队存在的问题，还得是兄弟们最后时刻刘东的罚球，四罚只命中了一球。假如说刘东最后四罚四中啊，双方战成123平，可能还需要再打一个加时才能决出胜负。可惜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刘东的这种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啊，确实不太稳定，最后也是刘东四罚中一啊。咱兄弟们开个玩笑，今天晚上青岛队赢球的庆功宴上，刘东不去啊，谁也不敢开席。反正兄弟们，今天晚上这两支球队都是非常年轻，都是充满着活力，激情四射啊！不管谁赢谁输，说实话，我们球迷心里都是可以接受。青岛队本场比赛获胜，26胜17负，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7名，又上升了一个名次。而同曦队现在也是以小分排到了第12名，但是兄弟们，他只比北京队多了一分，原因就是北京队少打了一场比赛。如果北京队前场比赛不管是赢是输，他都会追平同曦队。所以说啊，接下来的比赛同曦队还要继续努力。说实话，第三阶段同曦队1波5连胜，确实让我们的球迷万万没有想到，给我们的球迷们眼前一亮。包括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同曦队给我们的球迷展现了一支团结有凝聚力的球队。说实话，如果同曦队这么一直打下去，也是希望同曦队能够晋级到今年的季后赛当中，能够和强队较量较量。最后吧，也是希望同曦队和青岛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一块儿向季后赛、向更高的名次进行冲击，加油！